你看这个啊，青年公寓在美国十三个主要城市的比例，与三十的，这太长了，对不对？我跟你说，凡是在上面的文字都得言简意赅，跟那帮董事们说呢，必须得又短又简练，要不他们听明白怎么回事儿，你知道吗？我想，这不就是你采访过我的那个有托儿所，还能代交社保的公寓？哎，看看，怎么样？我准备到总部去要资源去啊。支持呀！你要赶紧把这个项目拿下来，我就可以和。我第一个申请住进去。你说有了这样的公寓，谁还买房子呀？为了一个房子活得唯唯诺诺的，还压上了一切。不知道。你还真没说，你特别符合我们的目标客户。你放心吧，到时候这事儿呢，让他给你搞定。啊，包在我身上。那你们慢慢聊，我去给你们买冰淇淋。谢谢。好，谢谢。目标客户都有了，那是啊，怎么改？哎呀，其实我觉得他想说的就是，收入阶层、收入的高低和青年公寓的生存之间的一个关系。青年公寓在美国十三个主要城市所占的比例及其与20到40年龄段白领阶层收入增长。之关系，人均收入增长之关系，也就是说，收入越高的人越愿意租房子住。是啊，怪不得我想买房啊。得了吧你，行，收入越高，是吧？这年龄我觉得得体现出来了，是吧？哦，我觉得是。谢谢你啊，骆小姐。送我回来，那我就先走了。那个，您垫的那个钱，我到时候明天给您送过去啊。多大点事儿啊，不用放心上啊。谢谢您。等等，这个给你。你是让我给彭程送过去？我这个点儿，彭程应该还在办公室呢，要不然您自己给他送过去吧。这是给你的，我才不给邵鹏程。我不能要这个。邵鹏程，我给他，他又不会领情。我花了钱还剩一肚子气，凭什么呀？你穿肯定好看。这个东西太贵重了，我要真不合适。哎呦，你拿着吧，你要是不拿的话，就是不给我面子啊。那行，我先替彭程收着。拿着，这还有。行，那罗小姐，谢谢你，那我就先走了。走吧，拜拜。慢点啊。好。老板，给我两冰淇淋。好的。拜拜。怎么这么快就走了？也不知道请我吃碗馄饨。好，你要是真把给总部的报告给做成了，我请你去。说定了啊，不准耍赖。Thank you.
喜然，喜然，喜然，跑哪儿去了？喜然。解释过了吗？你在这一个人站了一晚上了。小宁，我想了一晚上，我在想，我来上海是不是打扰你的生活了？瞎说什么呢？你来上海，我高兴还来不及呢。你就这么想？我在想，是不是你和洛祖儿在一起也挺好？不是，我的心里只有你一个人，我对别人一点想法、一点感觉都没有。我知道，我来上海让你压力特别大，我应该理解你才对。可是每次我看见你对那些女的那么殷勤，我心里就特别难受。
大周末的，你怎么起那么早啊？怎么了？找我什么事儿？没什么事儿，就是请你吃个饭，坐吧。在这儿吃饭？这家可好吃了，你先坐吧。我以前上学的时候，每周都得来吃两次。谢谢啊。谢谢。你坐吧。好。谢谢。赶紧尝尝。嗯。珍珍。嗯。你说你今天没事，你怎么不提前跟我说啊？我也是临时的，公司今天突然之间说没事儿。怎么了？你要是提前跟我说的话，我可以好好准备一下。你说我们平时工作那么忙。好不容易约次会，我们可以找一个环境更好的地方，对吧？你相信我，这家可好吃了，你赶紧试试呗。太饿。其实我就是一个家境普通、生活又无趣的地产小中介。这就是我平时的生活，这就是我平时来吃饭的地方。你怎么突然跟我说这事？白阿姨给我看了一篇关于你择偶标准的采访，我觉得我和你理想中的另一半差得有点远。行吧，你要是不喜欢这家，就换个地儿。我不是不想吃这家，我。我是个夜猫子，还这么早给我叫出来，你这不要我命吗？不过这么早出来吧，也挺新鲜的。吃点早饭对身体好。刘小姐，这是还给你的7000块钱，谢谢你昨天帮了我跟喜山那么大忙。又来了又来了，我都说了不着急钱的事儿。再说了，你也可以微信转给我呀。我觉得还是应该当面谢谢你。另外，我还有一件事情想跟你商量一下。我就知道你有事儿找我，说吧。你先喝点水。快说吧，快说吧。陆小姐，我问你个问题啊。你说你聪明、漂亮，性格好，还特别有钱，你跟邵鹏程可以说是两小无猜、青梅竹马了。但为什么？邵鹏程天天追着程真真屁股后面，对他情有独钟呢。邵鹏程他有眼无珠，他瞎呗。那你说为什么？
那我说了实话，你可别生气啊。你赶紧说，别磨磨唧唧。我觉得程真真有她的优点，她努力上进，最重要的是她能自食其力。那你意思是我游手好闲无所事事，仗着家里有钱做寄生虫是吗？不是不是不是，我明白你啊，我知道你有头脑有本事，但是你家境实在是太好了，你根本就不用你去做那些努力的事情啊。你要是稍微那么一努力，那不是随随便便甩其他女孩十几条街啊。傅小宁，你到底想说什么呀？我是想说你有本钱，那想赚钱太容易了，你为什么不把你的这个优势去扩大，然后向邵鹏程证明你的价值呢？赚钱有多难你知道吗？我只会花钱，我从来没想过赚钱。赚钱的机会其实挺多的，只是你平常没有留意罢了。比如说炒上海郊区的房子，就拿咱们松江区来说，松江一套两居室的公寓差不多是100万上下，你把它买了，半年之后再卖掉，那赚个20%-30%很容易的。但是像你这么有钱，那不可能只买一套啊。不说多了，你买上它一个单元，你过个一年半载的把它给卖了，那赚个20%-30%的不是个问题啊。不是，等一下，你这么说了半天，那我答应你炒房的话，那你有什么好处呀？这炒房赚钱是挺快的，但是有一些事情它是很繁琐的，比如说看房，这风吹日晒的，你一个千金大小姐，那不可能自己去看啊。还有一些手续上的事儿，它也很麻烦。那我恰好就是一个房地产中介，我可以替你去跑腿啊。明白了，就是你劝我炒房，然后你从中间拿中介费。不不不，我不拿中介费，咱们俩是合作关系，你出钱我出力，你赚不到钱我分文不要，你赚到钱了我拿其中的30%。你的意思我明白，但是我爸跟我说了，无论男人说的多天花乱坠，那都不能给他们投资的。那不是你给我投资，是我帮你去赚钱，顺带着我自己赚点。你让我想想。其实我还挺怕你会当面拒绝我。其实游手好闲无所事事，邵鹏程以前都说过我，我挺想证明给他看的。而且咱们俩吧认识的时间也不短了，这段时间内呢我也能看得出你的上进跟努力，而且今天我还看出了你的野心，跟之前找我投资的人不一样。谢谢罗小姐，请你好好考虑考虑，我是不会让你失望的。但是说实话，炒房这个事儿最重要的就是时机，好的时机那是稍纵即逝。好久没回学校了，一点都没变。是啊，你还记得吗？以前每个周末都要在这里办学生舞会呢。对啊，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吗？当时我就站在那个侧幕条，看你在舞台上跳舞。那个时候舞台上的你啊，就像一只白天鹅一样。什么白天鹅？所以真真，你不要怀疑你自己，你任何的样子都是我心中最完美的你。可我一点都不觉得自己完美，我有很多缺点，过着很平凡的生活，做着一份平凡的工作，我觉得很有价值。
体现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来，坐。真正我给你讲个故事啊，我还从来没有跟别人讲过。我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我爸突然生病去世了。我妈当时经受不了这样的打击，在床上整整躺了一个月。我每天放学回家呢，都会做面条给妈妈，给我自己。有一天，也就是一个月之后，妈妈清醒了，她跟我说：“说儿子，你不能每天都吃面条，没营养。”从那之后，我妈就特别努力地活下去。我是她全部的时间，她努力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我们家的生活条件能跟我爸在的时候一模一样。所以从小到大呀，我一直特别努力地学习，特别努力地工作，特别地去苛求自己。我希望每一件事情我都能做得尽善尽美，所以我一直特别希望能有一个完整的、温暖的家。我希望每天回到家里都能看见我爱的人，每分每秒都看见。我知道啊，我承认，我这个观念不太符合现代人的观念，但是，但是这真的就是我理想中家庭的样子。竟然，我从小就是一个独立又要强的女孩。在成绩大学毕业之后，是我自己要求留在上海，继续打拼。我换了无数份工作，被否定过，被开除过，有很困难的时候，但是我一直都没有放弃，也没有想过放弃。我希望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证明自己，我有理想，有抱负，我想做我喜欢的事情。你刚才说的那些我都可以理解，你能不能也理解我一下？我理解，我真的特别理解。但原来是因为只是你一个人，你现在有我，我们是两个人。我真的不想让你再去经历那些，你相信我，我可以照顾你，去保护你。可是既然
我在雨家已经待习惯了，我也40多岁了，不想再去换环境挑战自我了。我说穆总啊，那你这句话呀，可就是托辞了啊。我可是听说穆总最近打算亲自操刀做一项房产开发的大项目，而且正满怀信心的要带着爱雨家走入新时代呢，怎么能说自己老了不想挑战了呢？这你都知道了？哎呦，这个圈子太小了，已经没有秘密了。哎，好吧，那穆总，我知道您非常忙，要不今天咱们先聊到这儿，改日咱们再好好聚一聚。好。啊，对了，如果您想好了，可以随时联系我。那，再见。再见。那我不送了。我早就看见你了，有朋友在，一直没过来。怎么一个人吃饭啊？我一个人懒得回家做饭，就想说来吃个简餐，但是没想到吃简餐刚好碰见猎头挖我领导。没有挖我，就是朋友碰到了，一起吃个饭。你也认识 Barry？ 你不用那么紧张，猎聘的猎头挖你很正常，尤其像你这么优秀的人才，我认识他。我之前跟他聊过职业规划，在你调我去化验店之前。你怎么跟我说呀？就凭这一点，我调你去化验店，你可以开口跟我提条件的。没有去红石是我自己的选择，留在爱雨家，去了化验店，我也收获很多。怎么样，标准不低是不是？特别有压力。从小对他严格教育，我对他要求太高了，所以一般的女孩子都不会入他的法眼。我觉得就是你跟这个景然要求的这个标准吧，还是有一定的距离。当然了，也不多啊，只差这么一点点。我不太饿。你问我是不是爱真实的你，可我想问你，你爱的是真实的我吗？喂，我马上就要去总部汇报了，你不说点鼓励我的话。咱们那个项目你已经演练很多次了，我相信你一定能成功，我在店里等着你的好消息啊。今天召集大家开会啊，两件事儿。第一件事，我要跟大家隆重的介绍，我们爱瑜伽重金邀请的室内设计师景然。没说完呢，景先生啊，刚刚从意大利回来不久，今天是第一天来我们爱瑜伽正式上班。请大家多多关照，
景先生，您的大名我们可是早有耳闻呢，能把你请到我们这里啊，这是我们爱雨家之大幸啊。多谢夸奖。听说呀，云平和猎聘三顾茅庐才把你请过来。云平啊，你辛苦了啊。不辛苦，重要的是把景先生请来了。好了，接下来说第二件事。这第二件呢，啊，彭城下基层锻炼这个事儿，大家应该都知道了啊。最近他跟我说了一些租赁市场的新的想法，我觉得有点意思，所以我就让他做成了方案，接下来给大家汇报汇报，好吧？好。那我就开始了，还请各位叔叔们多多指教。这个项目呢，叫做大爱城，这是我前一阵子突发奇想的一个项目。在现在的社会里呢，对于买房的这件事情是普通家庭的一个最大的困扰。那大爱城这个项目就是要避免买房的这个现状，我们不买房，我们去租房。但是大爱城要做的是一个长期出租的公寓，这些公寓呢，有多少热烈热出大麻烦，地球依旧在狂欢。 Oh, troubles never end, I will keep you safe and sound, 当我牵起你的手，心里突然有了答案。说这小邵谈这么久谈怎么样啊？店长，还从来没有见你对一个人的事儿这么上心过呢。看来这小邵啊，不，邵鹏程确实是不一样。什么意思？你们都不知道啊？那个我其实也没什么特别的意思，我就是想说，你就不用替小邵操心了，他这次提案肯定能成。哎，就算他成了，也是他自己的功劳，跟咱们店没什么关系。就算不成呢，哎，也是就差那么一点点火候。不过，小邵成功，那是早晚的事儿，店长。您就别担心了，邵鹏程他这一次准备的特别充分，我从来都没见过他做事这么认真的。我觉得吧，他这次应该是可以成的。我也觉得他这次准备的很用心，我相信他。喜善，你在想什么呢？啊，今天怎么没见着付小宁啊？你没跟小宁一起去跑业务呀？喜善，是发生什么事儿了吗？没什么。刚才这些呢，是我从目前我国租赁的市场现状，还有国家政策的利好，以及新一代的住房消费观念，还有我们这个企业对于做长期公寓和青年公寓的优势等四大方面阐述这个项目的可行性和意义。谢谢各位。大爱城项目啊，只是彭城的一个不成熟的设想，你们这些个叔叔伯伯啊，还是要多提意见和建议，帮他一起完善啊。哎，董事长，我倒觉得彭程说的有理有据，而且考虑的也非常全面。看到这个项目，真让我们这些老家伙眼前一亮啊。是呀，咱们爱雨家
做这个传统的租赁业务已经很多年了，现在遇到瓶颈，正在寻求突破，所以才计划准备进入一手房地产市场。彭程在海外留学多年，你的眼光和境界就是不一样的。最近一段时间啊，国家连续出台了好几个关于房产的限购政策，如果在这个时候我们还大力进军一手房市场的话，我觉得可能确实不够明智。倒是彭程的这个租赁模式，我个人觉得可能发展前景更好。这样吧，你们几个年轻人啊，先出去一下，我们这些老家伙还得再商量商量，是吧？傅小宁呢？他不在，你来干什么？骆小姐，傅小宁出去了。如果你是想要买房子或者租房子的话，我们这几个人都能帮你。不用。我要和傅小宁一起做生意了。程真真，你等着，我要资金有资金，要人脉有人脉，要头脑有头脑，论自食其力啊，我怎么可能输给你呢？The day fate set us to collide, the way you look into my eyes, never thought love would come.Like all was meant to happen. Where you are will be where I start. You've become my only star. Where it's dark is where you spark. I follow wherever you are. Baby, I won't let you feel afraid. I'll be here with you through night and day. All these won't be erased. My love for you will never fade. Hey, I know you know our heart's getting close. We can't deny it's real. All my life searching, now I know I found you. I'm falling in love.